今天呢就不过那个冒险模式，我们来玩这个轻松的，轻松。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小游戏，也有一些训练组合选单。那这边也有一些简单的挑战。我们今天来玩这些东西好了。它这边会有针对不同的肌群，有一些不同的训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这个竖脊肌挑战，20秒内能够推压多少次 ring cone？OK， 肖战一直哦，就是那个风车门是一样的意思嘛。好，来挑战一下。哦，要放在背后啊。Ready, go！ 感觉很棒，就是那样，很好。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感觉很棒，再加油一点。哇，厉害厉害，感觉很棒。还有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感应到？后面几下白做了。评价 A。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好的，因为后面几下他没有感应到。不甘心，我要再挑战一次。来，哇，这次要破100下。哎，还没。糟糕，感觉很棒，不小心白费力气。感觉很棒，厉害厉害，很好，再加油一点，很好，还有5秒。糟糕，没力了，没力，没力了，一百，一百，一样多下。怪了，我觉得后面怎么几下都感应不到啊！不过连续做2次真的是很累。小游戏的部分哦，哇，有好多个，而且打地鼠之前玩过了，降落伞、破箱，用腹部伸长平衡棒哦，可以改善腰痛哦。就先来玩初级的看看，玩一下子就累了，这怎么用？哈哈，要这样子压着吗？这有点累。哼，要这样子来拿硬币，哼，好好好 ，OK， 我懂。Ready, go！ 还有炸弹。确实抬高脚踝的话，可以锻炼到小腿肚。哇，还要小心，不要碰到那个炸弹。很好。OK。简单，简单，简单。
呀，全拿到了吧 ？Perfect。S， 就简单啦、啊。第一次玩就 S。这应该是满分了吧？扭转腹部来挥动棒子吧。哦，它有初级跟上级，所以我刚过的那个只是初级哎。这怎么用？一样要这样。好，我懂了。打倒大量机器人吧。Ready， 不要这样才关。Go！ 他还会拿盾牌。上半身的动作要保持水平。手腕呢？怎么？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意思。腹部吃力，呼吸吧。松开了。很棒。这个手比较酸，比起肚子。要一直压这个手，很酸，感觉很棒。手好酸哦，我才 B 而已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还有其他，哦，这个也是腰的，哎，这边都是腰的啊，改善腰痛。高举双臂 get， 我们今天就来强化肚子的部分。这怎么用？哦哦，要闪那个炸弹是吧？好，我懂了。哇，这个对我有点难。Ready， go！ 因为我觉得我侧着弯下去，这个动作对我来讲，有点困难。腰部倾斜为目标吧。哇！呜，好危险啊！将身体倒向侧面，我要稍微用一下我的膝盖来辅助。啊，少吃一个，很好，也很棒。我操！哇，被炸跑！我明明有转啊！太慢了！啊！我这这有难度。至少还有 A 啊，少吃的好像两个金币吧，已经在流汗喽。这可应该跟刚才那个一样吧？这样旋转打机器人的，呼！哦，举向正前方，那是甩手嘛？哎、欸，难呢！哎、欸，
我不知道该在哪一个时机点把它甩出去。他叼我甩的不够大力。好，来吧。Ready, go。你看，打击训练中心。呼。这个轨道有点诡异啊，不好抓。这也要算一下他的那个 tempo， 像这样都不得，忽快忽慢，真的跟打棒球差不多的感觉。你知道他投的球到底是慢的还是快的？那我们来玩看看这个训练组合选单，这边有一个紧实腰部组合，来做一个轻松的就好。这个东西就是很适合在洗澡前来玩一下，然后流完汗之后就可以去洗澡了。要开始了，闭着胸松松的肌肉就行吧。OK， 就是这样。这是未来我会拿到的战斗姿势吗？很棒的，还有五次。哎呦，我真的很不喜欢。完美。侧着。还有三次，很好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好，可能是腰有受伤的关系吧，我就没有办法，就是往左侧的时候，就是都弯不下去。高举双臂扭动，端午举喽，感应不到吗？哦，是左脚，好，对不起。好好扭转，好，很棒，好哎！这怎么好像感应不太到？还是我转错边了？很好，好，左右换边，也要记得换脚哦。换边换脚，好，动吧。脚尖记得朝向正前方。OK， 还有三次。我快要抽筋了。好热！俯身划船，划船。不看画面进行的运动，玩不下去了。好，动吧。上半身前倾式几乎与地板平行，很好。另外一边。很好，动作很棒。OK， 还有五次。天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好狼狈。而且我腰弯不下去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闪耀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练腹肌的原因。左右左右左，想象自己的身体一直轻松。右左右左右，还有五次。左右。做得很好呢，高举双臂扭腰，高举双臂扭腰，尽量大幅度扭腰吧。二，
这个是那个日本芬达广告里面会出现的动作吧。这是来做扎实的，扎实的话它应该就是动作次数会比较多一点。哇，动作也变多了，就是从这个开始。好，动吧！有强化躯干的运动吗？来看能不能每个都拿100分。好。OK。很好啊，超棒的。他就是把每一个。练肚子的战斗，哎，健身技能，都放在一起。OK， 动作很棒。所以我现在在做的，应该就是以后我在冒险模式中会学到的技能。很好，还有5次。很好，完美，很棒。哇，还有3次。这技能实在是有点累，左脚这样子，什么？要开始了，扭动。哇 ！OK， 好厉害！我天啊，这动作我觉得我的背要抽筋了。闪耀着。哇，下背的部分。好累哦！俯身划船，俯身划船，就是这个。要开始了，缓慢放下抬高的手臂，很好，做得好。哇！天哪！好哎！94分哇，没全100，完蛋。很棒啊！太棒了！真的是太快吗？哎，为什么都94？问题出在哪 ？OK， 很好。为什么没有100？很好，好厉害，很好，做得好。完蛋，这一关分数都扣掉了。好累啊！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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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。想象自己的身体笔直如松，还有20次。想象自己的身体笔直如松。这个动作，还有一半，二一二一，好，还
做起来觉得很羞耻。做得很好的，合适扭腰。哇，这个要坐下来，我准备个瑜伽垫。这姿势呢，你像要开车一样。左，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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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扭转十七次，回复十七次，还有二十次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十次。右，左，右，还有五次。左，右，左。很好呢，有累到。下一个也是要坐在地上了，左脚上斜，前方伸直。哦，天哪天哪，大腿快抽筋的感觉。哎，哦，错边了，这样子吗？慢慢向左倾倒。哦天哪，不行了。好，倾斜到最后。大腿内侧与髋关节的柔软度。66分太快吗？天哪，这动作对我来讲好吃力哦。哇，那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好好倾斜。可是因为我的筋骨是超级硬的那一种，好，左右换边，所以做起来好吃力哦。哇，慢慢向右倾倒。好，倾斜到最后。从上半身，不要往前倾哦。好好倾斜。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需要做什么可以让筋骨柔软的动作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啊，做得很好呢。这样子吗？慢慢回来，有助于下半身、腹部和背部的紧实。看他示范的，好像身体要稍微往前一点。好，左右换边，左右互换，也要记得换脚哦。慢慢扭向右边，慢慢回来，将手肘放在屈起的前脚膝盖上。哎，动作很棒啊！回来太快吗？闭目。哎天哪！就这个动作是在整人吗？我记得以前玩那个 Wii Fit 的时候也有这个动作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会，哇，还要玩哦！我以为是站直就好。好，倾斜到最后。哇！腰要断了。意外的好累哦。哇，好，左右换边，左右互换，要记得换脚哦。慢慢向右倾倒。我要跌倒了。好，倾斜到最后，将体重切实分配在支撑脚上，保持身体稳定。好好倾斜。哇，站不稳了，这个。完美，终于做完了。你挺厉害的，平均分。哇，还有98哎，耶，拿到 S 了。有这么多针对不同部位的组合训练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适合，就是，哎呦哎呦哎，提升柔软度的。那我下次来做这个好了，我好需要，整个筋骨太硬了。
这个很不错哎，就是大家可以针对就是你平常训练的那个菜单，然后来配合这个自己在家里在做，我觉得很好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们现在整个好累，又在大流汗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又来陪我运动，那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